啊，不不不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等等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3080，为什么多八十？不对嘛，你这人一说田就这不行啊，这我得上团里问问政委去，怎么你比我多80块？别别别，哎，不是，怎么着？你这团里我倒想起来了，哎呦，怎么了？什么？我弄错了，我弄错了，是多八十，我是最近呢，提为队长了。加了80那个职务津贴，我忘这茬了，忘了，就去就忘了。哦，悄悄的都当队长了。没有，那您又比我进步多了，负点小责任。好，向您学，哎，你每天那个打手机啊，一个月电话费多少？电话费基本固定了，一般说每月电话费就是300元。你看啊，300块，多省钱啊！我每月都得380，都得这样。对，没办法。对，您是队长嘛，您就比我得多忙活那80块钱，是不是？通知大家点事儿。您比我忙，有时打手机，有时还得开车。哎，你开车吗？汽车呀，那早就开了，应该啊，早就开。哎，车子、房子、票，是。哎，你开什么车？我那车很一般，就是捷达，不错了，是吗？捷达不错，相当不错了。您开车了吗？开车。啊，您那什么车呀？捷达王。哎呀，要这么说起来，您这车在咱这列车里，您算顶级了。顶级什么呀？都是捷达王吗？就多个王字，那就是顶级。不行不行不行！你的车是什么档的？我那个啊，哎，我那是自动挡的。好，您那车什么档的？我那是两用的，两又有自动挡，又有手排挡。还是比我先进啊！不，哎，你的车几个轱辘？我那车呀，4个轱辘，不行了吧？你那车5个轱辘啊？全备胎呀，对不对？备胎也算呐，这备胎也算，多一个嘛。不，你的轱辘什么样的？什么形状？你的我那轱辘是圆的。行，你那轱辘呢？我那轱辘也是圆的，也是圆。废话吗？我还以为他说三角的呢。废话。三角走不了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，哎，不是那个有一个样给大家介绍啊，他媳妇儿确实好，要问这儿了。不，长得漂亮啊，是这都说他媳妇长得漂亮，对不对？他媳妇那眉毛都这样，那睫毛都这样这样。你甭瞎说，我媳妇儿电动的还这样啊？不，哎，你媳妇儿是单眼皮。是双眼皮儿，得什么问什么啊！你要这么说呀，告诉你吧，啊，我媳妇儿双眼皮儿，多漂亮！双眼皮儿，哎，多漂亮！你夫人什么眼皮儿啊？我夫人啊，我她也是什么眼皮儿？双眼皮儿。什么叫双眼皮儿啊？就是像李双双那样的眼皮儿，没那么重眼皮儿，好看。他怎么个双眼皮儿啊？他就是原来双眼皮儿啊，为了扩大，为了好看，又做了美容双眼皮儿，又多拉出一层来。哎呀，桂田，要这么说，你媳妇儿的眼皮儿比我媳妇儿的眼皮儿可就双多了。双多少啊？哎呀！不就多一层吗？是啊，再多一层就改千层饼了。得什么问题？就是这样，我们俩有一样的啊。我记得住，你有个男孩子，你也有个男孩，这不对不对？这就甭问了。哎，没得比，大学了吧？你说我孩子啊，大本，好啊，我那孩子也大本，这不都一样吗？不，他有学位吗？当然有学位了。什么学位？我们那孩子。博士多好，博士。你那孩子呢？博士后呀。他们孩子都比我们孩子强。你的孩子会几门外语？几门外语啊？主攻英语，满嘴的英国话。哼，你那孩子呢？完了啊？怎么了？就会英国话呀？啊，就挺好吗？这可不行啊，这绝对不行啊！不行，让孩子多学几门，有用啊！对，你看我这孩子，会英国话。法国话、德国话、意大利话、日本话，最拿手的阿拉伯话。嗯，我看您还应该教给他说胡话，那多好啊，还多一种语言。行，不是，怎么回事？他应该多学一点嘛。哎，你那孩子学的什么专业？什么专业啊？告诉你，我们孩子研究导弹，研究导。
导弹的，研究导弹的，好高科技呀、啊！太好太好了。你那孩子干什么呢？倒是跟他一个门类，他是研究反导弹的。这就快打起来了啊！哎，你的孩子出国深造了吗？你说出国呀？我不是气你，就我们那孩子，美国知道吗？美国，美国叫他去啊，我都没让他走。舍不得让他去，你呢？没有，你那孩子呢？没这好机会。嗯，美国绝对没约去啊，没有你孩子运气好，好运气。美国约倒是去年呢、啊，我那孩子接到联合国的约请。联合国干嘛叫他？联合国叫他到这个伊拉克重新组织政府，他没敢去。对，叫他去就回不来了。你多聪明你、啊，朋友，我看出来了，他处处打算比我强。老常啊，哎，你别看我生活这么好，好也有不如意的地方。这难免嘛。最近我身体可不断的闹病，你呢？啊、你呢、啊啊啊？对对对对、嗯，大家看着我这儿啊，欢蹦乱跳的，其实是外强中干，身体也不好，哦、也有病。有病。您知我到什么程度吗？什么程度？我这人呢、现在走着走着，只要一蹲下，一站起来，唰。眼前就一片黑呀、哎呦，你还得蹲下还得站起来啊。跟您说，我就在这站着，一回头眼前就冒金星啊。我昨天到医院检查去了，哦，一查体温呢，我高烧38度。哎呦，你瞧瞧我，我这不刚从医院出来吗、啊、人家告诉我体温56度呢。啊，这个42度，改二锅头了。42度呢？大夫把我病查出来了。什么病？大夫说我得了急性肠炎喽。你瞧瞧，跟我一样哦。你是得的胃炎呐？哎，胃肠一样没够的。谁说的？胃在上边，肠子在下边哦。这也比我高啊！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大夫跟我讲了，我这种体格再不注意啊，我就活不了3年2年了。是得注意，跟你说，裴元大夫跟我说了，我再不抓紧治疗啊，也就是半年1年的事儿喽。我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喽。我是一时不如一时啊。我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。我一阵不如一阵啊。我说完这段相声，到后台就得死啊。不，你说什么？说完相声到后台就得死啊。到后台就得死啊！那你死去吧。过来过来，这你怎么不比了？对了，再比我死台上了。